七题，电解质是因为下列哪一种粒子在水溶液中的移动而导电？这是我们上课提过的重点。我们说金属导体导电是因为自由电子的移动，而我们电极的导电是靠离子的移动，这个离子有所谓的正离子跟负离子。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，电解质是因为下列哪一种粒子在水溶液中的移动而导电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离子。